about him makes a girl want to take him in her arms and...还有一件是灰色的，这有一个小桃子的图案。这件就是会比较显白一点，是这样火龙果的颜色。上完底妆了，但是刚刚没有拍到，就是我用的是这个阿玛尼的红气垫上的，就是妆效还可以。本来要定一下妆的，但是我还挺喜欢它这种光泽感的，所以今天就不定妆了，抹一点这个蜜粉在眉毛上。因为今天是去亲戚家吃饭嘛，所以就不能化太浓的妆，因为我们家亲戚就是很保守，就大家一起吃饭，如果你化很浓的妆，他们就一直唧唧歪歪唧唧歪歪唧唧歪歪，所以就很烦。我今天就不打算涂口红，我用的是这个妮维雅的这个带一点点颜色的唇膏，还蛮好用的。因为我们家就是住在沿街的位置，所以白天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吵，其实还蛮影响我的日常生活的。然后呢，我在很早之前就有种草这款 DY Play 的蓝牙降噪耳机，就是我耳朵上现在戴的这个。打开之后呢，就是放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看起来很低调的盒子里面，也很方便携带嘛。打开盒盖，拿出耳机的这个过程，它就自动连接上手机了，连接的也很稳定。它还配了三种尺寸的耳机套，可以选一个自己合适的。戴起来就是这种很轻，然后还蛮舒服的，没有异物感。它两只耳机可以单独使用，最重要的就是它有这个主动降噪的功能，我真的太需要这个功能了。打开降噪之后就可以屏蔽蛮多的声音的。而且它的音质还很好，电量感觉也可以用很久，算是性价比很高了。而且它这个价格还蛮平价的，所以如果你预算有限，但是又想体验真无线耳机的快乐的话，赶紧试一试这一个。